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下一个竞演的舞台 ，rap 主题单元竞演。那本单元的竞演呢比较特殊啊，我们会由红蓝两个小组共同来演绎一个舞台。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特邀嘉宾和我们的成员们一起来演绎。掌声欢迎张子墨，以及红队的朱志星、张泽宇、张俊豪，以及蓝队的张吉、左航、苏信浩、黄硕，掌声有请。好像这个调有点低，而且感觉听起来就是感觉那个劲儿不够，感觉所以就感觉王大说就是我把这个 flow 加的可能更，我觉得更有感觉，这样很帅，感觉说唱。朱志鑫当时写的天生狮子带着狂妄，然后。后面那句不知道写什么了，我们一开始写的是嗷嗷嗷，然后刚才录进去发现有点傻了，然后我们的制作人老师他说建议改一个语气词，然后我们就改的，就是这样。哎，怎么说呢，很难取舍呀，各有各的好。那大家写的单人的 verse 是旋律多呢还是说唱多？说唱多。如果 verse 说唱多的话，那可能确实副歌带旋律的会更明显。嗯，可以吗？你发现怎么样？怎么会？词儿可能要就是稍微再硬一点，再就是不那么 peace。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节目效果嘛，我也不需要为了所谓的伤和气，然后去减这个效果，所以说可以这个词再有力一点。我做的时候这些腔调啊，什么的，可能稍微的调整一下，会更有张力，更有表现。但是感觉当时最初版本呢，就是各的，各是各的，就是可能没有一个那种团队那种。就是那么连贯性，毕竟我和硕哥，然后还有张吉，我们之前都没有就是说写过这种说唱词儿，然后还这种 flow 这种编排，我们都不是很有经验。写出来之后呢，我们整体的这个verse 这个连贯性呢，就相当于没有对方那么的就是高吧。这个主题是 diss 嘛，然后所以就感觉我肯定还是要写一些 diss 进去，而且我写着写着发现全变成 diss。就是起到一个就是烘托我上场的作用。attitude 就要表达出来。无懈可击，无懈可击。所以当时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 battle 嘛，就是要强强对决，然后和对方打的话，可能他们三个会比较就是怎么说呢？一是经验多一些，二是他们东西会连贯性会高一些，然后就是感觉那种团体性就是对立的感觉会强一些，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就是说，要不我们就大胆的玩一下，就是基本上我一 v 三，然后大家就帮我在后面助力这样的。Let's go.
Disbattle 是形式，语言暴力，希望被终止。狂妄是评价者的姿态，他抨击狂妄，也成为了狂妄者。每一个狂妄者用零碎的文字淹没事实，让我觉得成为了是真的。狂妄是游戏玩家心中的一次直白的决斗，是一场被反复观看的 violence。 那些切身感受的痛，你我和那个被观察的他是否有着相同的伤口？耶耶，朱砂，我死了。Yeah,
切我的出现肉眼怎么讲的人间什么不知道一切我不看片的随便你们怎么说现在软件是我进入决策总有一天让手里面的分散所有聚光灯都照亮我的山河我认识旋律说唱我唱了回 I got everything you had 同龄人在我身后排好队 Wanna be the master Wanna be the king 打破整个行业当你打开手机沉浸虚伪的网络我早就想见光年哎哎耶耶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是无瑕的只要你想攻击他语言的暴力可以随时发生这些文字就像拳头一样打在了每一个人的身上发泄与疼痛反击与复仇循环往复最后究竟是谁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了胜利呢 This battle 是形式语言暴力希望被终止 Peace感谢成员们和子墨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然后现在同时请我们场上的蓝队的成员来到我们的舞台区。哇，好燃的一个 rap 的竞演舞台，但是很特别这个舞台啊，因为是两队共同完成的，所以请各位老师在选择的时候啊要认清楚了。好，那分享一下刚刚这个舞台吧，跟大家。先好，分享一下这个舞台吗？当时其实呢就是我们当时就是说要有这么一个 battle 的这么 rap battle 的这么一个节目然后当时我们四个选出来之后呢就是说然后我们四个就轮流分拍然后呢去给对方做这么一个 battle 但是呢因为我们队里可能比如说我然后张吉然后硕哥平时怎么就可能没有就是说唱这么多过所以呢可能不是我们的强项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呢就是帮我们的左老师对 rap 帮他就是 back up 然后就凸显他也让他就是一挑三左老师分享两句感觉还好吧还好对但我看最后那个朱时清说了 一句话好像就是是你们想表达的一个心声对不对可能就是我当时走的有点快没看到是什么没关系对表达一下对这样的就是那种其实语言暴力那些东西是非常不好的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开始就是可能两队会有一些相互的比如说那种浅浅的 diss 那种的但是其实我们最后一段还是大家一起合在了一起然后就完成了这么一个舞台就跟他刚才朱时清说的那个最后那个 peace 一样嘛就是其实一切都是可以被化解成和平的就是没必要就是用一些就是暴力的一些语言呢、或者是一些 diss 呢去就是就是去评论一些事情和人我们在平等和友好的基础上啊我们良性竞争对吧好那接下来呢也要问问你们啊因为我们刚刚现在已经其实舞台已经陆续放送完毕了啊剩下最后一个环节哦来了欢迎加入来了对来了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环节啊来了就是说到这一次公演舞台的准备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很难忘的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难忘的事情对我觉得就是平时就是也会一起就是反正就一起上学这些内容嘛就是有一些课程什么的然后呢一般就是有那个纯舞都会有就是要演的就是只上了两节课然后我们都会没想到他就会一起去私下再去花时间都去练习就是每一个
基本上每一个舞台吧，每一个节目我们都会自己去练习，自己去再去抠一些细节之类的。对对，其实感觉到后舞台到后期的时候，我们整个队里面还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有一个目标嘛，想把这个东西给完成好，所以呢就是我们当时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连排，可能当时好像是十二排到十一点还是十二点，然后当时我们私底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那个纯舞给过了几遍。我觉得就是可能一开始这可能大家都是可能怎么说呢，不是很好到一块儿，凑到一块儿，但是呢现在比如说到这几天了之后，我感觉大家就是可能这个心这个目标都放得比较高，所以我们最后几天大家都特别的努力。嗯，就 16-1 对不对？对对、yeah. 一群人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对对对，一起随着冲着他们的目标去努力去前行。嗯，其他几位呢，难忘的好玩的困难的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难忘的，嗯，没有特别难忘的，但是我只知道我浅浅难忘的宿舍很难忘的。哦，怎么说？就是因为每天回去很晚嘛，所以这个肚子吧，他就天天叫啊，天天叫，真的是管不住一点。但是呢，我又不想，但是我就想着就是不能点外卖嘛，因为点外卖不是有点小小的昂贵，所以说我就想节省一点。节省呢，我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每天十一点的时候去三楼，把硕哥他买了很多零食嘛，我就穿件大衣过去悄悄包一堆，然后给他抱走。好，每天都这样。原来你的大衣那么大是有原因的。对，很有趣。这个我相信你可能不太难忘，但硕哥很难忘，是吧？这个事情，硕哥分享一下呗。我最难忘的，嗯，那就是这件事了。好的，帮你说了。啊，然后我呢，我觉得吧，比较难忘的就是当时就是排完那个 Chandelier 的纯唱嘛，然后呢有点不熟，然后苏先浩就是已经下课回到宿舍了，然后也来找我们练了，就是挺难忘的当时。哦，当时那天就硕哥、哦、对我们仨一起哈，有一天他们就我们正好楼上是苏先浩，楼下正好我和恩仔嘛，但是他们录那个 demo。两点钟，然后我和恩仔在那睡觉，睡着睡着在那个搁那有人唱歌，声音很大。当时那个原创，对。当时我们组行，我们仨张姐们仨，哇！当时凌晨三点，当时创作的，哎，对，凌晨三点。这个创作的热情，那灵感涌现。对。其实哦，我记得我们当时唱的很大声，因为录 demo 嘛。然后当时可能就是说，好像红队的人都在下来，就说要，然后又可能就好像是来听吗，还是什么的？不是，是那个什么，好像是那是不得不听，可能那个点不是红队，好像是其他，就是、啊、好像是其他的业主，好像有点要有点也想投诉了，可能我们太吵了，所以当时就是立即就是没有去，对，就没有去唱了。那毕竟是那个点了，对，可以贴一些那个隔音的那个东西，下次再有这样灵感涌现的时候。对，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段共同经历对你来说肯定是很难忘的啊，也会在其中飞速的成长。那在这边呢，有一道题给到你们啊，是有一个接下来给你们三个词，要三选一，只能选一个，然后说一说你选出这个词你对它的理解以及为什么要选它，好不好？那这三个词分别是过去、当下还有未来。有点高深，等我想想。好，哦，哲学啊，过去、当下、未来都可以选，没有三个一起选，不可以都选。而你先选一个，而你先选一个，你先选一个，对，你先选一个，一个一个来。你一直在问问题，你先选一个，开始 Q 我了，听一下你的回答。这样吧，上一轮没有人选过去，我就选过去吧。嗯，好，没有的过去，没有过去的我和你们，就没有现在和未来的我们。哇，所以我选过去。感动，我们正视过去才能珍惜当下，面对未来。嗯，好吧，打个样板了吧，最难的选了，你们继续。你这样说了之后，我说的我怕显得有点稚嫩。你可以唱出来，你可以跳出来。你来吧，你来演绎出来。要不队长请请队长先打个样啊。我这样，我想一下，我其实我也没想好。嗯。就让那我也选过去吧。哦哟，来，我选过去主要是因为
就是在来北京可能六个多月了，对，然后呢就是训日复日一日的训练，所以感觉有点想家了。OK， 有点想家了啊。嗯，所以呢这次呢就是说回去，就是我们演完之后就说有可能放假嘛，然后就可能说回重庆休息一下。重庆也想你了应该。好的，谢谢新浩。下一位谁来？左航吧。那我来吧。我选的是现在，就是当下嘛，因为我觉得人活在当下，就是眼前的这一秒钟非常重要，就是眼前这一秒我与宇宙同在。哦呀，可以，高级。完了，我怎么说呀？我怎么说？说压力给到张琪。说吧，七哥，我怎么说？怎么办？老师能不能教教我？俺也一样。我想一个。我选未来。为什么选过了？我不知道选哪个，所以他们都选过了，我就选个未来嘛。未来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怎么说呀？糟了，等一下。没事儿，要不你先来，我思考一下。我先来。好好，让他准备准备，捋一捋。我觉得呢，我也是当下，就是做好当下的每一刻，然后未来才会更美好。这个小心思，其实选了两个，其实好，放过你。想好了吗？好，你先。啊，我来。嗯，就是可能觉得还有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没有能够就是完成，很多梦想，然后很多就是一些事情嘛，就是想要在未来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可以完成这些梦想。嗯，有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啊。好，你看，我要选那个当下。当下，好嘞，那我想个高级点的词。好，当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哦，想到了，就是虽然我经常畅想着未来，但是呢最后我发现我现在的我就是最好的未来。哦，可以、哦、高级。好好样的。那我呢，我其实也是想选过去的，因为首先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一个念旧的人，对，然后我觉得过去的一切回忆都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和独一无二的一份回忆。但为什么不选现在的当下，就是因为我现在正在经历这个东西，我对过去的东西是无法忘怀的。对，好，再次把掌声送给六位少年，分享了他们的一些心里话啊。说实话有一些还是蛮让我意外的。那到现在呢，我们的 Life Battle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贴纸还有小圈圈啊，现在再给你们一点点的时间来画起来，来动起来。那在这个同时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竞演舞台已经完毕了，所以现在所有的练习生也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中央，他们也有一些话啊，想和现场的媒体老师们来倾诉，或者说想和镜头面前们一起支持他们、陪伴他们的粉丝朋友们啊来交流。那我们每个人和大家分享分享自己的心里话吧，好不好？那我们也是这样吧。蓝队红队，蓝队红队，这样一边一个，好不好？可以。 OK 谁先来？我们先来蓝队第一位。嗯，我先来吧，作为蓝队的队长我先来。就是其实通过这次这么一个就是简单的分队然后 battle 呢，其实也是非常考验我们自己的团队的合作能力的嘛，把大家就是更擅长的东西都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团队合作性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这次这个舞台是个这么好的很好的一个机会。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后有这种机会的，还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对，多来点是吧？这还是非常有意思。嗯，谢谢新浩。好，那就我来吧。好，就是其实通过这次舞台呢，而且当上了这个小队长嘛，然后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其实舞台需要很多东西和其他老师去沟通啊，或者是和朋友们一起商量的事情。然后可能之前
就是和老师们商量的东西可能比较少，但是这次感觉就是准备一个舞台需要的东西还很多的。对，对舞台有了新的认知。嗯，谢谢。我来。好，张子怡。清清嗓子，等一下。就是感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学习了很多。对，比如说就是如何变得更加团结，如何就是在我们之间，比如说有一些小矛盾呢，然后怎么样去化解，然后呢有些争吵或者是谁生病了，如何就是照顾他，或者是说他没有来上课可以再去自己再去教他，然后还可以带他们一起练习，他们带我练习，这种就是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然后呢自己可以成长，我们整个集体也可以成长，就是可以更加知道怎么看，怎么就是怎么成长嘛，就是学习一些更多的东西。对，嗯，个人和团队一起成长啊。谢谢红队。再来 OK 老朱。然后其实通过这次的这个 battle 舞台嘛，然后也感谢大家的到来，也是观看了我们相当于这一个时间段的一个结果吧。然后呢其实我们就是也是在一直在积累，然后也是在克服自己的短板，然后也一直在成长，然后我们就是其实很想打破一些很多质疑。对，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说出了心里话啊，谢谢。嗯，对，我来吧。嗯，其实我就感觉每一次舞台就像是在学校里的一次阶段性考试。对，然后这次和以往的形式不太一样嘛，就是分了组，当然学校没太有分组这种阶段性考试，所以可能大家就会在平时注意不到的地方去发现一些自己的可以的点和一些缺点，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更多方面自己重新认识了一下自己。对，不同维度进行了一个考核。对对对，好的，正好。我其实觉得有两点嘛，一点就是团结嘛，因为我们平时因为这次有很多改编歌曲和原创的东西，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可能也会产生分歧，然后我们沟通，我们互相之间沟通，然后也锻炼了这个沟通的能力。然后第二点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是两组，然后可能因为我们也是竞争嘛，然后可能我们这个竞争力就会促使我们进步，可能就是都不想输嘛，然后这样进步得更快。对，比拼着成长。我感觉就是这种分组游戏吧，就把它当个游戏吧，就是能让大家更能拧成一根绳，因为可能大家平时看就看我们的物料，就可能觉得我们就是一群疯猴子，然后呢就感觉没有什么团结力，所以说就这次舞台就分了两组，让大家感受彼此嘛，就是每个小组都能感受彼此，然后呢我就感觉就在我自己感觉就是体验到了挺多新奇的东西，因为之前大家也没有怎么很过多的去交流嘛，就舞台就每次把它当一个舞台就过去了，然后呢这次因为大家都想赢，所以说我们沟通的就特别多，然后呢就能更加了解彼此吧，拉近了距离啊，更有凝聚力了。好的，那我也说两点吧，一点是团队上的，一点是我们个人上的。先从团队来说，因为我们是分了两个队嘛，然后每个队肯定就是人员是不一样的，然后也是一种新的体验。然后因为在我们学习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其实平时自己不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然后有了一个团体之后，你就会有这种一种使命感吧。就想去为团队去带来一些什么，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一些挫折吧，然后也能感受到队友就是给自己的鼓励，然后可以度过了一些难关吧。然后再说个人，就是每一次这种表演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成长吧，可能或多或少都能有一些经验，有些帮助，对未来，对以后，对我们的发展。嗯，责任啊，会让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谢谢。好，我觉得吧，就很简单的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团结就是力量，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更能，然后就是更能的
对彼此的一些了解可以更加的加深，然后就是对对方的一些了解也可以更加的熟悉，然后简单就是这两点。对，在我看来拉近了你们的兄弟情。小童，我就是每次都要先叹气的。就是总体来说这次舞台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上台之前很紧张，我对上台之前都有点颤抖，我都是扶着，不行了不行了。然后上台之前啊，现在好多了啊，就是那个烟花易冷之前，我上台了以后在那坐着，我想厕所还没上，不对劲，就是反正就是整体来说感觉这次就是非常紧张，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可能就是也学习到了很多吧，也让我们感受到团队的力量。化紧张为力量啊，对舞台有敬畏之心是好事情。来说哥，这次舞台呢就是大家一起克服了很多困难的地方，然后呢互帮互助，然后团结的重要性嘛，然后呢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音乐风格还有一些舞蹈，然后感觉可以让自己成长得更快。谢谢强壮的硕哥。嘉欣，我的话就是说因为也是第一次就是有这种形式的舞台嘛，然后在这期间我也获得了很多我自己原创的灵感，然后就挺开心的，然后可能就感觉有很多灵感，然后这次也有一个特别新鲜的东西，就是那个队徽嘛，就这个，就这是我就也算是自己设计的吧，然后可能有参照一些其他的，就是其他有一部分元素，但是感觉我的画画的，对，感觉又提升了一部分，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能喜欢，对吧？谢谢谢谢嘉欣。你有什么想说的？我没有啊，我只是手举起来一下。好的，听到了很多关键词啊，成长、凝聚力啊，还有蜕变。那在这里呢，我也想代表在场的所有媒体老师给你们送上一些祝福啊，和一些想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从苗到树啊，我们只有一路不断的奋进、不断的蜕变、不断的成长，才能够越来越靠近那个太阳。但是在你们这12位少年登上更大的舞台之前，我觉得现场的我们各位以及屏幕前的每一位陪伴和守候的你们，都是这一路上的涓涓细流、暖暖阳光，还有徐徐的微风，都是你们成长的见证人和陪伴者。那么我们相信在试炼的尽头一定是花开万里。那么在这里我要宣布咱们登陆计划 Transform Project 这个特别的企划，也是你们第一次舞台公演，到这里就正式圆满的结束了。我们下个舞台不见不散。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谢谢I'm a late. I woke up to back the potato. Got craft to see me for me, yeah. But I still mean not mediocre. Look at me, tell me what you see. Oh, Gucci, but the real questions are hurting me. A movie, definitely not my reality. Cause you see, Mar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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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w. God, Diddy. Yeah, can I see you later? 今晚对峙 come on shower. 全男就你中文 power. Power. 准备出发，反击 hater, I can see ya. 大黑夜里。风雨传来，解开精神迷洞的回来，是找到宝藏，别问莫测，用心结束，我找到真的自我。Gendo Gendo Gendo， 都来跟我大展身手，别走，首先身后寂寞。Gendo Gendo， 别想难倒我，熬到生死空爆，走落叶的城门，获得胜利。Gendo Gendo， 打造一切，我们接受。战斗，还剩不久，绝不失手。怒吼，胜利属于我，王冠、权杖、黄金、马车、夺刀、战斗、电动。
话说怕坐在同桌，放空的我和我的同桌也争论过欢喜过，毕竟是口算在过，很多人说我平庸普通，冲的我是难沉默，叫我这名字我压在把个把你叫的破，我可在背后他抓着你，屁股里找不到真的你，我应该哪里去，一切充满好奇，那镜头不是当最后那生人会被拯救，为我拯救宇宙和夜宙。No rush, I can do it all day, no 24 man 带来听来口碑 no The harder I work, the harder I play 无论 home car, 可巧是我唯美冠军光了用了一点西方欢呼哒哒哒哒哒瞬间把你们全都亏点认输了了了了看清楚曲折会看错过的每步都付出了不回头的代价 Yeah, no, this isn't over 全力拯救场 disaster 比你血还没 danger Better you sooner, I'll be better是开启生命中的归来是找到宝藏变化模特用心情重复找到真的自我 Gendo Gendo 都来仰望大家伸手边走小心身后寂寞边走 Gendo 别想难道我熬的就是宫保特洛伊的城门我的胜利 Gendo Gendo 打算一天我们接受战斗海上浮潮绝不失手 No Ho 胜利属于我猛攻全场黄金马车多到战斗 Gendo下了你时间倒转也无法收回就算冒着上瘾的危险 So bad No one can stop her I love, I love 我想要她的一切她的爱就是唯一的定律她的恨意万之谜越恍惚就越无法自拔 Oh she wants me想得到你 Summer call the donor 快帮助我对我说爱情这病上瘾 overdose 思念的时间带着恐慌就开始折磨慢慢越被你深深迷惑 Ayo Too much 是你有了这是 overdose Too much 是你我的肩每一次触碰都像是触电心跳快到极限窒息的瞬间将你叹了一口气很乐很乐就是唯一的解药也像我发觉做的 destiny 全身动脉沸腾着夜终于能驾驭这感觉 Oh she wants me Oh she's got me Oh she hurts me继续追逐着你想得到你当我高的道路快帮助我对我说爱情这
想要把你灌满我的喉，我全身都在颤抖，就算喝得再多永远都不够，毒性已经蔓延从头到脚，但我不去吵架，想受住这种刺激那么痛快 can't stop。 Hey doctor， 这种感觉就是挺好的，抗拒不了你给的引力，让慢慢被你融化，宁愿尝试不幸，如果这种感觉不存在，从你甜蜜的毒变成我活下去的期待。眼中烟火只过一刹那，握不住的流沙就留下悬崖。 Everybody s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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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么多那么多，就陷入沼泽，被怨念吞没，就无法挣脱。Live like shot， 狂野一盏野火，只火一刹那，那一只猪流沙，坠落下悬崖。Everybody s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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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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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为着赐福，不惧日出而立。Burn it up, burn it up， 全部烧成灰烬。Hey， turn it up, turn it up， 等待着黎明入侵。那些只说梦都值得歌颂，在舞台鞠躬，等眼眶泛红。这些乱乱七七，算不算平庸 ？So what？ 狂野一盏烟火，只火一刹那，那一只猪流沙，坠落下悬崖。Everybody s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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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上游 Fire， 今天进去双击战斗 Fire， 我宣布我受够 All night long Fire， 驱散迷雾快速到尽头 Fire， Feel the high， 心跳的爆炸。我有所耳闻，我在最开始就是很早的时候有了解过，然后后面就没有再关注了。嗯，有一点点知道一个小男孩姓朱，是刷到过，然后有一些负面的热搜之类的。之前有合作过咱们三代小朋友的演唱会，也有去看了现场。了解过，我之前见过两个人，我之前见过苏星浩和那个朱志鑫。也是，对，也在舞台上，但是他们是跟二代一起。会了解，因为我们账号也发。很早的时候刷视频，然后刷过那个 MIU 张泽宇和张俊豪他俩那个舞台，然后我说啊，那我了解一下这些小孩吧，然后就没有很深入。然后这次收到邀请之后，我说哎呀，我要来看弟弟们舞台了，我必须得做一些功课，对吧？咱最起码得深入了解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开始补习，然后看了大概好多好多的视频，然后最近哎呀，今天就可以啊，那是谁谁谁就可以这样认出来。因为我身边就上小学的小朋友就都很喜欢朱志鑫，所以我就是通过朱志鑫知道的 TF 三代。但是今天到了以后，我觉得我几乎就是把每一个人都对上号了。虽然就是我有点近视，但是大概的，我觉得就是他们每个人性格特点，然后在舞台上的魅力，我觉得感受到了以后，我现在大概几乎都能至少能背出10个人名吧，差不多是这种。
当时就觉得都是一帮小男孩吵吵闹闹的，就确实也像他们今天有成员在台上说的，可能就皮一点闹一点。但今天其实是我第一次很认真的欣赏他们的舞台，在我的预期之上的，就是长大了很多，因为之前看还是小朋友，长开了。我觉得舞蹈还挺齐的，没有想到，因为我之前看一些选秀的舞台嘛，觉得还是在他们这个年纪可以做到这么整齐已经不容易了。有，真的，我又被他们惊艳到。我真正到现场之后，其实我会发现我在视频里面听到他们的声音其实和现场不一样的。如果现场听的话，他们的中气会更足，然后声音的一些曲调啊曲线啊会更加的好听悦耳，然后而且在现场他们的舞蹈的力度然后也是直接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相比较他们之前生于火焰的那个演唱会来说，我觉得一下子突飞猛进的感觉。朱志深就是不一样，很有很多不一样跟三年前相比。然后当时三年前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就是这种就是哦该我上场了，然后就赶快努力跳好就那种。但我觉得现在朱志深他有一种就是自带氛围感那种感觉，就是他是就是一看到他觉得哇曼斯男，然后看到他觉得他可能自带故事，就有一种那种少年的破碎感，然后就是那种我觉得他整个气质上成长了很多。初印象其实我心里他们就是小学生眼里的刘德华，就是这种感觉，就大家都很喜欢他们。然后可能真的就是网上那句话，就是李飞赢麻了，就是无论90后、00后还是10后，都有自己喜欢的人在他的公司里边。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真正见到他们以后，我是觉得他们是真的很有那个实力，成为更多人喜欢的偶像。其实我今天看他们的表演是有一点点泪目，就是那种我一群人真的是发了疯一样的希望自己被看到，然后希望获得大家的认可，然后就是那种冲出来的架势让我特别感动，有一种被充电的感觉，就是觉得年轻的小孩子就是应该这样，就是把自己所有电量都耗尽去在这个舞台上表现自己。哦，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我一开始以为他们就是先是借着公司的资源和名气，并没有再好好的做爱豆这件事情。但是我今天整体看起来感觉表现还挺好的，唱跳各方面都业务水平都还可以。今天看他们整体的就是表现呢，就是我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抓住机会，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也是第一次面对媒体嘛，希望他们可以只要有一点表现的机会就牢牢把握住，不要害怕，不要就是怯懦。我觉得整体让我觉得很值得。我坐那儿啊，这么多舞台下来，我觉得每个舞台感觉不一样。少年们肯定是卯足了劲儿，想让我这些人看我们行业的老师们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相当于一个现阶段的一个小考一样。我觉得大家很用心，整体反差还是很大的，但虽然有一些不足嘛，但是我觉得还是少年嘛，未来还是可期的，值得鼓励，真的很难得。我感觉的话，在演唱会上可能因为粉丝的热情会比较高涨，然后气氛很好，所以他们的那个发挥会更有一些超出预料的东西。然后今天的话录制的话，可能是整体的那个场合也比较小，然后面对的观众也比较，可能面对我们这种媒体老师会比较紧张吧，他们会有一点没有那么的放得开。对，可能还会有更好的一些发挥，就今天少一点这样子的。 Rap battle 的时候非常狂野但又配合度很高的一种呈现，然后跟这个舞台本身也是很搭的一种调，就是调动现场氛围的这种感觉，让我觉得一下子从之前的舞台中抽离了出来，让我觉得很振奋，就是心里感觉哦，我终于来到了现场的那种感觉。不仅是一 v 三，是他一个人在前面的时候，后面三个小孩其实也在一起帮他去 back up， 帮他去撑着这个场面，不是说让他一个人单独的冲在前面。他们的团队协作其实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因为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我们是一群疯猴子什么的，但是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这个过程中他们很有团队感，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
小朋友们自己写的词，嗯，还是很有能量在里面，可能也有故事，可以去看一下。我没有想到他们年纪这么小，然后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下，这么敢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可能他们知道会有一些舆论上面的压力，就等到播出以后，但是还是很敢去说，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没想到他们这么刚，主要是。我就发现其实语言暴力各个方面其实都是存在我们生活中间的，这些年轻人这些少年们其实还是很有想法的，所以他们所有在唱的时候我都在一直在对他们的样子和他们说的话也同步在看大屏幕，我觉得他有些词儿写的挺生动的，它很现实，但是它能击中你，是他们其实一方面在 battle， 一方面在较劲，其实一方面还不想让他的对手和队友们去受伤害，其实他们考量的事情挺多，他们背负的压力也很多，其实这个是我对当下这些年轻人的一些新鲜的感悟。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张泽宇，是因为他，我就看那个大屏幕上他的那一段词，那个是我觉得冲击最大的，在他这个年龄，可能小孩子都不太敢说的一些话，他把它表达出来了。包括最后朱志鑫，在那个讲台上面，然后去说的那一段话，我觉得他们整个团队，就无论说是谁冲上前去表达，还是最后把自己想怎么说呢，上到的价值观告诉大家，我觉得他们团队这方面的配合特别好。就是也不是说他差，我觉得是没有达到可能说我本来预想的那个水平，他不是两个组合到一起然后感觉啊应该就是很厉害很牛，然后而且是一个不同的风格嘛，就是那种啊酷拽，然后每个人也都穿的那种很啊很 hiphop 什么貂往身上一穿，然后但是真的开始之后，然后会发现啊好像没有到非常的就是你能够打动你，然后有的时候就看歌词，然后可能说才能够 get 到，就可能两边他走位我觉得有点混乱，就是可能要不然你出来然后那边回去，或者这边出来那边回去，或者说是他们怎么整体有个什么编排，但是感觉那个舞台就是在我线下看起来就他走位好像没有什么走位，就那个 rap 的舞台很难评，真的那个词很大胆，那个词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要有一个自制腔圆吧。我坐在第二排正中间，不是看那个字幕，我觉得如鲠在喉吧，真的。可能是现场的音响的原因，或者是大家可能也是把那个词可能没有记得特别熟的原因，反正就是有一种 rap 唱 rap 在打架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次其实有一点点不太好的点是哪里吗？我觉得就是没有看得到就是弟弟们的那个特写，一般的话不都会有个那个大屏，就一方面看那个舞蹈然后什么就是听歌，然后一方面不是也要看弟弟们的一些表现力之类吗？但是就是比如说这些需要看到表现力的我们没有办法很看得清，所以这点有一点可惜。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乐队版的 Fair， 对，我是首先是觉得整个这个人员的配置它很像一个团体的样子，它非常有一个整体性，然后包括我们从舞台的置景然后到他们的服化道到成员的外形，然后包括他们的表现力，包括就弹吉他感觉是非常就是有这个舞台感和爆发力的。还有一些改编呀，还有一些比较洗脑的旋律，就比如说啦啦啦的那部分，然后一方面是比较洗脑，一方面就是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期待很大，因为乐队版嘛感觉就会很燃，跟它的原曲的风格会比较贴一些，但是可能看的时候觉得如果他们可以在舞台的调动走位上有一些更多的更丰富的设计可能会更燃更炸。既然摇滚了吗，就要在舞台上展现出来我摇滚的一面，我少年要长大成人嘛，对吧，我少年就是放肆不羁，我就是要摇滚嘛，就 rock 就要放开，但好像有一点就我觉得舞台表现还是有一点点的不是太放得开。然后红队的他是整个哇就给你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因为我那个节目单上写的他是超爆，对，超爆炸，但我觉得没有那么爆炸。然后具体原因就是比如说我在这边弹一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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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是我还期待可能有人就是跪地然后怎么着，或者说是然后什么 let me hear 啊，或者说跟台下互动一下，但是大家可能都比较害羞怎么样，我感觉他们都是在站着，然后比较 gentle 就比较 gentleman 那种，但是我们可能期待就是真的就是大家都啊就是那种头发甩起来，然后膝盖跪下去，然后什么恨不得砸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大家可能有点稚嫩，但是可能跟他那个乐器没有办法走得太多，可能也有关系，就可能是乐器那个位置是不是插线的限制了他们。降温版，他们其实展现了年轻少年们想表现的妩媚性感的一面，但是很有很多青涩感。降温版，它是一个未知的，它更容易能击中我们的心，所以有时候其实有些铺垫，你会真的很期待。就是我觉得这个舞台给我很多新鲜感。就是它跟一般 Fire 的话可能舞曲比较多，但是他们今天经过一个新的改编之后，这个 Fire 会让我感觉有另外一番滋味，是之前没有见过的，蛮有意思的，因为没有见过改成这样子。对，那包括那个扇子舞，然后那种蓝色的风格，就会觉得哇很新。 Fire 这个降温版，就它这个设定就有一点让我觉得它本来就叫 Fire， 它还降温，就觉得这个设定本身的这个设定可能有点问题，但是我觉得它可能孩子们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最后红队的那个纯舞舞台非常适合那三位，就是非常适合那三位成员的就是一些身上的一些特性，然后他们那个舞台的概念不是那个蛇嘛，然后我真的感觉在舞蹈中看到他们就是变身化身成蛇的那个样子非常好，会很奇，然后是一个没有尝试过的风格，然后怎么说，就是那个黑色紫色加上那个舞美现场很燃很炸，对，情绪很在里边。最后那两个舞蹈，就一个不是中国风的，感觉跳得特别的整齐，然后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弟弟们的那个舞蹈的那个功底。 Gentle， 因为我觉得他的舞美然后服装包括整个氛围感觉挺好的，就真的有燃起来，然后感觉几个成员他会比较有余裕，就是他既有一些实力，然后他又比较就是比较放松，然后感觉能 hold 住的那种感觉。整个出场之后就把我惊艳到了，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那种 solo 部分嘛，然后每一个人出来 solo 的时候都非常的亮眼，而且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那个配合度又非常的高，那个舞台确实我没有想到这首歌是可以这样改的，然后很令人出乎意料，很抓眼，然后有很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会比较齐，然后会什么整体的设计比较有风格，这样舞蹈的整齐度来看，然后还有台风，各个跟舞台现场调度跟舞美的配合，我觉得都是跟之前有一个质的飞跃，也会很紧张，也会怯场，但是会把自己展现出来的更游刃有余了，让我觉得很惊喜。我会选择夜花易冷，因为我觉得整体感觉，因为这首歌其实传唱度很高嘛，作品本身就不错，但是少年们自己呈现出来的舞台有自己的感觉，整体的风格跟他们的自己本来当下这个年龄段我觉得是契合的，整体给我感觉是耳目一新的，也有当下自己的状态，整体的好几个舞台下来我对这个印象最深刻，我在下面疯狂鼓掌。加了那个戏腔这个蛮惊艳的，觉得他们的演唱能力可以稍微提高一点。我觉得两首歌其实对他们来说难度都还蛮大的，包括从唱功以及情感上面，因为毕竟也都是十来岁的小朋友，对，可能可以给他们提个建议，就是可能合音部分可以更和谐一些。两组 vocal 其实没有达到，三代所有成员们的 vocal 实力，相当于两个组合拆开之后，并没有之前演唱会啊一些组合会更。也有可能是选曲啊什么的方面，这些综合的我就不太了解了，对，但是整体来讲我会对 vocal 有一点点遗憾。因为红蓝两队都有我非常喜欢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小的一些遗憾，但是综合起来我觉得他们表现的都很不错。第一个舞台我可能会觉得蓝队他们那个很抓眼，然后有很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会比较齐，然后会什么整体的设计比较有风格这样，然后可能到刚才的那个 dance break 就会觉得红队会好一些。更喜欢蓝队，我觉得蓝队给我感觉就是他们整体的编排更齐更有凝聚感。
整体的话，其实我更偏蓝队一点，是因为就是主要是其中有一个人是张吉，我觉得这个人很神，就是他在任何的舞台，不同的风格的舞台，他都很像那个舞台上本身就站着的人，就是他能适应任何一种风格，我就觉得很妙，就是很神奇。他国风也很可以，然后呢抒情也很可以，然后你真的让他跳舞的时候也很可以，我就觉得他很妙，就很全能的一个人。嗯，红队，对对，蓝队其实我有个别选手，其实我今天是觉得蛮亮眼的，但是可能整体感觉来说，比如说在一些小组赛或团体赛里面，我可能会觉得有时候有些不齐，对，然后或者是有些参差的感觉。所以如果要说整体性的话，我比较喜欢红队，我尤其觉得就是那个三人的组合，朱志鑫、张泽宇，还有一个是张俊豪，对，我觉得他们三个的搭档我是非常喜欢的。整体来讲的话，我会倾向红队多一些，但是其实从我的那个归票的那个状态来讲，我是投了两个红两个蓝，然后一个是弃票。蓝队吧，因为我觉得蓝队上场的人数一直都挺多的，然后他们的舞蹈实力和唱歌实力还有就整体的表现力我觉得都还可以。人气高的组的人员在红队的人更多，所以可能人在这方面可能更占优势一点，但是蓝队在很多收敛一点的风格，比如说像 vocal 那一轮我觉得就很亮眼。蓝队，我五张票全部给了蓝队。我们对于对第一个表演其实我们都会给予一些包容，但是他们挺稳的。整体来说的话，我更喜欢蓝队，一个是他们感觉舞台表现力要再好一点，再一个感觉他们队内的氛围要再好一点，他们面向观众面向媒体的时候营业也比较积极。红队，我几乎投了三个是红队。我觉得整体下来吧，可能也是因为他们选曲方面舞台比较炸一点，然后其次感觉我觉得少年们在比如说舞台炸肯定需要很多的技能，比如说舞蹈呀、舞台展现力呀、表现力呀、风格呀各方面，我觉得这方面必须还是要强项一点。虽然那个蓝队是 vocal 比较多一点，但是 vocal 也很展实力，但是我觉得整体下来 vocal 要走情感，我觉得可能少年们还在少年阶段，情感输出还有一点点比较不足吧，我自个儿感觉。我更倾向于蓝队的表演，因为我觉得蓝队他会让我觉得他在舞台上的每一秒钟他都是有在就是绷住的，然后可能孩子们他有时候在跳的时候，比如这是我的 part， 从自己的 part 到不是自己的 part 中间他其实有就是回去了，就是有那种感觉。包括第一个舞台穿白色衣服应该是红队吧，第一舞台上演那个组的话，就红队他有时候在旁边等，就中间有穿在跳，他旁边等的时候就是有会这样子或者说是这样子，其实我在下面是可以看到的。对，我觉得你要到旁边等就你也得端着，然后你走的时候你可能也要自信的走过去，但是他可能就是泄气了，然后就这样走过去的时候就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出戏。对，我觉得两个队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蓝队可能这个问题稍微少一点。我有两位，其实一个就是朱志鑫，因为他今天也呈现了不同的舞台类型，他是可以能把每一种舞台都消化得非常好，就比如他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可能不由自主的我的目光就被他给吸引走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张吉，张吉我是觉得他最大的特点是他在舞台上非常的稳，就在每一个舞台上他都能非常稳定发挥，就比如说因为很多舞台他也会有 C 位的部分，就是我是会觉得他是非常镇得住场的。我其实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说啊，我是觉得很多弟弟可能在回答今天的主持人哥哥提问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还是有点稚嫩，或者是有一点点语无伦次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左航同学，对，他是在回答每个问题的时候都能比较有逻辑，然后以及比较有思考，甚至有自己的什么小比喻句呀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有非常好的个人输出，就他的表达对给我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最亮眼的可能我觉得还是张吉，就是我觉得他可以适应任何的舞台，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只要他那趴出现，你觉得这个舞台就只能看得到他，这个是他这个人很可怕的事情。比较偏爱的就是我想想啊，
等会儿我一定要说出这个人的人名，张俊豪。你能感受到他在舞台上真的很尽全力去表达这个东西，然后是这个小孩子能做的120%，所以我就觉得很喜欢这个点。论颜值的话，可能朱智星的颜值让我觉得很有当红 idol 的潜力。综合实力来讲的话，张泽宇、苏星浩这两个会让我觉得，综合实力是挺强的。这两位练习生的话，就整体给人感觉他很能放得开，然后感觉他并不怵这个镜头和舞台，就是下面坐上评审的话，他也跟评审有就是各种互动，不管是眼神呀，还有什么，就是他们能够跟你互动起来。就是大家都有成长，和以前印象里进步比较大的可能是木指成，因为他今天参加了一个 vocal 的舞台，对。然后他这个 vocal 的就是实力，其实我以前是没有感受过的，可能我会在热搜上看到他的一些点，闪光点，包括比如说他之前的学习成绩出圈过，然后以及他之前的舞台能力是在跳舞部分，然后还有他的表情管理，这些都是以前有预知的。但是这次他参加了那个声乐舞台，然后觉得 vocal 其实也不错，就是有被小小的惊艳一下。玉涵吧，因为我之前其实看玉涵的舞台，其实别的演唱会的时候嘛，然后其实他的一些 solo 舞台啊，其实是还行，挺好的，我觉得。但是这次确实给我眼前一亮，尤其是他那个 Gentle 的 solo 的时候啊，确实跳得很不错。然后他的一些舞感，然后他的节奏，然后和他的那些韵律都非常的好。我很喜欢他在就是跟媒体交流，或者是在那个谈话期间的状态，就是一点都不怯场。因为我记得之前看他物料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怯生生的小孩，就突然感觉一下子长大了，然后后面还自己上来喊说，哎，我们来挑战，说挑战要那个 battle 一下舞蹈啊，这部分我觉得挺好的，一下慢慢放开自己，就这样的话就会更加展示最真实的一面给观众嘛。我对张杰的印象非常深，最后在看整个舞台中发现他歌舞和都还不错，同时间他其实在舞台上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大家在底下很多，因为很多很多的女性评委嘛，其实大家都会有很多的爱去给予这些年轻的男孩子们，但是他自己想表达的是，我不想被人说可爱，可是在那个年纪，他的可爱和青春是我们不可能再拥有的，他们也想说，他想看到我很男人的一面，很成熟的一面，但是我觉得这就是青年人想变得更成熟的一个美好的憧憬，反而我们来看的时候觉得多好啊！但是我觉得他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他，我会关注他。整个后来去打分和贴票的时候，一共就5个硬招，我给他2个。最有反差感的是，张俊豪，我没有想到他今天会这么放得开，就在舞台上蹦蹦跳跳，对，甚至帮那个小童跳舞啥的。打架子鼓那个男孩张，对，我觉得他的那个舞台表现，我那个架子鼓打得很有范儿，还有就他在互动的时候，那段互动的时候，我觉得很抓人眼球，毕竟是个我们行业人看嘛，还是要知道你是谁的，对吧？我觉得要有表现力。整体我看主持人在扣的时候也好，或者自己在表现的时候也，我觉得整体是很不错的，我觉得很值得期待。就是苏星浩，可能因为我之前见过他，所以就是稍微关注了一点，因为我觉得他在舞台上的每一秒他都有 hold 住，就比如说他在唱歌，别人也在唱的时候，但是他也就是在。就是融入在那个氛围中，然后而不是说啊别人在唱，然后就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可能觉得啊等，是不是快我唱了，然后他就赶快唱啊，还不是这样的，他是每一秒别人在唱的时候，他也有在就感觉在配合别人在演，就你看他从头到尾都是非常融入的一个状态，就没有说哦不是我的 part， 就那一秒会让你觉得出戏的那种感觉，就感觉他每一秒都是艺人。我觉得活泼可爱这些还是，然后包括可能也是稚嫩，这个也还是有。但是其实我今天看到的是，他们起码在舞台上，他们是表达出了对舞台的热爱，包括就是对自己表演的一个认真的态度。然后这些是我非常欣赏的。颜值、实力、人气，标签就是师弟团、时代峰峻，然后小孩子、半素人、时代峰峻。一直没出道，
比较努力然后很想出道的小男孩，未来可期吧。一个是养成系，这个是我们公司本身就是固有的一个东西。除此之外呢，我觉得竞争就是不是说这种竞争是不好的，有一些媒体说三代其实是TF 家族变质的一代，但是我更希望说它是质变的一代。就是我觉得他们相对于其他公司的小孩来说已经是站在了终点线上的小孩，就是有很厉害的师兄托举着他们嘛。嗯，多样性吧。因为其实你在看一些团体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固有的标签，然后他们一直遵循这个标签去做打造。嗯，然后但是其实我今天看完舞台，我发现他们其实能够呈现的面是更加立体的，更加多维的，然后我觉得对他们之后的发展也很有期待。我们给他打80分吧，我觉得其实我本来想打60的，但是我觉得多的20是给予年轻人的鼓励，缺失的20是他们的确有很多进步空间，他们在谈吐上面还有言行上面，就比如说大家跟他表演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有自信在当下去表现自己。10分是满分的话，我觉得7.5分吧，然后鼓励一下少年嘛，未来可期，鼓励78。我觉得他们是有冲劲的，就心态上，可实力上我觉得肯定是及格，然后就良好吧。长相上我觉得身高都很高，然后就感觉平均都180，然后脸都很小，我觉得长就外表上比看视频要好，就叫时代峰峻吧。是，就是你们就是这个什么东路计划是吗？可能我关注这个 TF 家族这个号会刷到。嗯，是登录计划吗？那个登录计划吗？登录计划，是不是？然后后面有一串英文，那串英文我记不住。什么什么 project， 对不对？从舞台的就设计的角度或者编舞的角度，我觉得单数会比较好。我觉得5到7就是少的话就少了一些组合的亮点，多的话人真的记不住。大概是7到9位。个人审美来讲的话是5人或9人。按照一个舞台秀的呈现最佳的人数来看，就是8到9人左右，不能再多了，再多就词曲分配啊，整体的记忆力啊，给观众的记忆点啊，就有点模糊了。我觉得理想的出道人数就是准备好要出道的人的人数，如果他准备好了，我觉得就算2到13都是可以的，但如果他没准备好的话那就不行。这个其实没有一个标准。我觉得没有最理想的出道人数，因为现在你看国外的，你说4个人的团也有，你说10多个人的团也有，20个人的团也有，对，所以我觉得看这个策划配得上什么样的人数吧，或者说他们之间的一些东西，就是看公司想要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大环境其实，是可以有就是大型男团出道的。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数，是当他们12个人如果站在一起，他们就是像一个团的人，那我就觉得12个人应该出道，少了一个我都会觉得很可惜。但如果说这个团他3个人站在一块儿，他也不像是一起的，就是也是一盘散沙，那我觉得也没必要成团。但是今天给我的感觉至少是他们各自的红蓝队已经很有那种团魂了，就是互相会帮对方去撑着那个后面的那个最怎么说呢，就帮他们保底，所以我就觉得至少目前来看我觉得他们都应该出道。就是我感觉他们特别像 YG， 就是2013年就是 Icon 和那个 Winner 的那种感觉，尤其是今天就是又是这种 battle 的模式嘛，我希望他们12个人全都出道，如果不出道那就下一组明年再出道，就这种感觉。我觉得有2个可以对标的，一个是 Seventeen， 还有一个就是 Boy Story。 我感觉他们的综合业务能力都是挺不错的。我觉得因为他们现在正在一个练习还未出道的阶段，其实我是觉得
不用说太去对标，说已经因为已经出道，说明他已经很优秀了啊，就我已经是在那个标准之上，甚至在之上了。我觉得他们最目前应该对标的还是自己吧。可能我觉得是他们自己吧。他们自己如果能够做出彩，就目前还就是内娱来说，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目前来讲，健身圈不同，阶段也不同，所以没有。我觉得因为时代峰就一直在做一个自建平台的事情嘛，我觉得跟海外的比是不太合适的，因为他们的培养体系啊、土壤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只能和他的一代和二代比，就是一个纵向的那种比较，不太能说去对标那种有很完整生态的韩语也好，然后还有那种比较模式化的日语也好，就只能跟自己对比吧。其实 TF 家族我觉得是一个蛮神奇的存在，因为如果是海外的话，他的练习生一般都是在出道之前，可能前一两个月才公开，但是时代峰峻不一样，他记录了整个练习生从刚进公司然后到最终出道的一个全过程，就是养成系的这个全过程，他没有办法去跟海外的对标。那如果是国内的话，我觉得现在唯一可以对标的是时代少年团，我觉得他们可以追赶一下师兄的一些进度或者脚步。我觉得时代少年团就是他们的一个榜样，他们也是从青涩到变得越来越大方，越来越自信，越反应能力也越来越强。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时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我今天看到现场的话，其实他们的舞台基础什么的，比起千玺他们那一代其实要强的，就是刚出道的来说，其实他们是要强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机会的。自律自爱然后自尊自强，对，这虽然听起来可能有些话比较模板化，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身为偶像需要恪守的一个基础吧。我觉得只要他们站上舞台表演以后，他们觉得我没有后悔，我没有遗憾，这就已经说明他很敬业了。硬实力，他必须要有自己的舞台表现力，以及一些对于媒体的应对能力，还有自己的努力吧。我个人认为的三个基准，首先他要有业务能力，第二呢自我要求管理吧，就包括身材管理、仪态管理，这些都包括在内。还有一个就是偶像他和歌手不一样的点，就是在于很多人喜欢他们是他们的蓬勃生命力，然后以及他们营业时候的一些好的状态，完美的做到旅行公司给你打造的这个人设的义务。对，因为这是一个流水线上的产品，就是我知道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有独立思想的人，但是我觉得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可能就我理解的偶像是这样哈。但是当然跟中国内娱现在生态不太一样，但是我理解，我觉得偶像就是一个产品，不辜负粉丝，洁身自好，对于自己现在所热爱的事业一直保持初心，不要忘记来时路，各个方面的能力都要会一点，但是要有一项突出，特别突出的能力。这个能力方面不光单说是唱跳，还要有向粉丝营业呀。我觉得颜值也是作为爱豆的一个能力标准。我觉得业务能力很重要，然后其实努力跟天赋这两个东西我觉得都很重要。你既然站上这个舞台，首先你要有非常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然后呢你的基本功要扎实，我觉得这是基础。同时间你们有这么多喜欢的人和各方面，所以你们的言行举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好的一点，他们有男孩们本身有的青涩感，不是那么油腻，不管他们私下里多么多么的开玩笑，像他们说他们疯猴子一样，但是他们在大家的面前他们会羞涩，但是我觉得这个自信心是需要我们给予鼓励和支持的，这个是他们在日后各方面需要去锻炼自己的。我觉得它其实就像一个工作，就是可能您的工作我的工作都是，不是说敬不敬业，就是把手里的工作做好完成，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标准。可能因为很多人达不到，所以达到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哎好敬业，但其实先做好工作再说敬不敬业吧。
专业能力要很强，就是舞台肯定是要看舞台，如果你是偶像是舞台的话肯定是要看舞台，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其他都是其次的。就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合理的照顾粉丝的感受肯定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在唱跳方面肯定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在唱跳方面 idol 的进步空间其实很大的，比如说你可以自己去作词作曲对吧，你可以自己去出一下 idea 什么之类的，如果能把这个做好的话，我觉得如果就是即便不演戏也是可以的。然后至于整个行业对于偶像这个好像有一点贬义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偶像是可以闪闪发光的，它可以起到正面的力量，毕竟我们的粉丝群体是一些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年龄偏小一点的，我觉得偶像还是能给大家带来阳光正能量这一面的，通过舞台表现，通过个人魅力这展现，让我的受众我的粉丝感觉到我是可以闪闪发光的，我觉得也不一定，我觉得有带不要带于偏见跟有色眼镜去看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它并不是这样。这个很难讲，就是要看他自己有多真实，70%吧。毕竟偶像是需要包装的，做偶像可以做真实的自己，但是做真实的自己的同时不要太自我，这个自我就是由于自己的一些比较自私或者是比较狭隘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行为去影响自己，影响自己的成员，影响身边的人，然后以及是给公众带来一些不好的印象或影响。对，如果他做真实的自己，让他觉得他牺牲了某些部分他可以本该获得的东西，他觉得能接受这个结果，我觉得他就可以做。如果他做了真实的自己，但是失去的那些东西是他无法接受的，我觉得就考虑考虑。是这样的，就看这个人自己。可以啊，完全可以。真实的自己可能还真的就是最吸引人的自己，因为作为粉丝，可能大家看到的偶像并不一定非得是一个100%完美的站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人，对我来说可能真的就是一些小瑕疵小缺点才是最戳我会瞬间喜欢上他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可以变得很真实，真实也是很必要的。我觉得很难做自己啊，你毕竟就是当偶像了，你肯定要满足大家的一些幻想，或者大家的一些，对吧，要把自己最光鲜的一面去展现给大家。而且如果有的时候你真的做自己，你不代表大众能不能接受你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自己。在当下这个环境舆论，尤其我们内娱的舆论之下，我觉得够呛，也许是可以有一部分可以做自己，可能比如说跟粉丝呀有一些小小的专属的互动，我觉得这是 OK 的，其他的不行，我是个人认为的。越有实力的偶像越能做真实的自己，他如果实力这块不达标的话，那他只能靠情绪价值去满足粉丝的话，那肯定是不能做真实的自己的。但如果你会作曲会编曲，然后你一出歌甭管喜不喜欢你人都听，那对吧，那你当然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了。